有李宝啊，真啊，应衬得算得妙，系相当之快，劲有型亦啊，五万嘅。中间想出嚟见到同欢笑拍咗一齐，仲有追月啊，最后啲跟住就系七星乐园啦，然之后就系飞鱼大王，飞鱼大王再之后内栏位置系德运宝，然之后跟住劲多胜啊，其中胜咗有外栏位置就游龙献瑞入边得中啦，然之后跟住就系金宝骏拍咗一齐，仲有再威王。 喺晒咩啊？大胜嘅坐骑咏俊宝宝，佢嚟探下有冇系十个马位左右嘅。好啦，预备转银禧湾，前方头劲有型，放出头过零马位之先领先手住第位嗰只咧，见到其他骑客咧就喺呢度同欢笑啊。上咗嚟见到仲有就系算得妙啦，然之后就系飞鱼大王，最后啲跟住就系追月拍住入边得云宝，然之后跟住先见到就系卓辉啊，咁啊最后啲跟住就系诶骑下骑下嗰只咧就系劲多胜啊，见到胜外边仲有嗰只咧七星乐园啊，然之后跟住就再威王，最后啲跟住先见到金宝骏啊，喺晒后面游龙献瑞同埋咏俊宝宝，佢嚟探下有冇系九个马位嘅。好啦，转翻预备入正直路，前面方头见到外栏位置嘅算得妙，中间劲有型入边摄出嚟，见到同埋同欢笑
三四名近啊，同欢笑劲多胜，咦追越弱一啲噃，啊劲多胜同同欢笑影啊，睇下啦，追越嚟应该系弱啲啦，第二同第三影，两只都系半冷门，临尾呢个八号劲多胜，哇个 win 去到64蚊啊，有 pay 嘅啊。質素有喺度嘅嚇，而家係用個質素熬你嘅啫。好，葉楚豪翻啦，得中，梗係同你跑一段啦。正常嘅 pacing 啊，都唔係預期中會扯得快啫喎，幾隻快馬啦已經啊。你睇翻啲 pacing 唔係好快嘅咋，其實。大家都 hold 得好好喎，你睇下，連算得秒都可以放鬆到嚟 hold 喎。我以為阿偉達會揀翻一個入邊嗰位嘅，以為佢立即係鬥後少少咁樣跑，但係可能根本係慢啊！我提醒你得啦，佢都會猛鬥噶，但係鬥咗佢咧喺前面噶，或者覺得入邊同呢個二位都冇乜分別啦，二碟係嘛？但係而家盡力撳同上次係一樣，上次都係走呢個二碟，嗯，翻嚟仲唔多，但係上次佢早出頭先喎。可能千二嘅早啲出頭啊，千四嘅反而可以再等多一下添。反而依家飛魚，其實勁多勝都唔係話慳幾多咗，你得啦。飛魚大王都今日都唔係輸好遠啊！依輪呢只馬嘅狀態真係幾 fit 啊！上次就係大家嗰隊一齊噶，同歡笑都係咁上下噶。同歡笑喺裏面捐，嗱喺最出邊衝啊！勁多勝，追月啊真係甩咗一個呢、這個位置，有啲可惜啊！金寶進我都有少少懷疑㗎啦，你睇下啦，哇！見到阿柏寶係咁掹功，我覺得個狀態有啲懷疑啊，真係，因為嗰個市集唔係好靚嘅，最佳復星嗰只咩啊？悠然自我已經係輸曬㗎，嗰只好渣，復咗榜。